先生，换床单。你怎么还吃呢？快睡啊！别吃了，快走！啊！哎，站住！还没给钱呢！别跑！别跑！别跑！你就别抱怨了。林夕又不是外人，是我们自己人啊。你们俩不是兄弟吗？我就不明白了，你干嘛非得给人家送钱？麻将桌上我都输给那个文华多少钱了，这辈子也没打过这么憋屈的麻将。哎呀，老婆受委屈了。但是有一句话，老婆你听过没有？叫花小钱办大事儿。老婆，你说对不对？哎呦，这戒指漂亮啊，新买的。哎，哎呦，哎呦呦呦呦，这哪儿来的镯子啊？你瞅瞅这，不会是你的吧，老婆？你看这个光泽，这个做工，哦呦，跟你今天相当搭呀。老婆请笑纳。试试试试试试。哎呀，试试。你看看你看看。哎呦，光彩照人。老婆你现在更美了。别生气了啊。说。什么？大声点，再说一遍。你的人在街头放枪，都惊动警察局长了，听着没？行，我马上就来。站住！兄弟，我是警察局长，跟你们参谋长约好的。出示下证件。我你不认识，要啥证件呢？当街开枪？啊，大哥，你在搞什么？别喝！我把人好心好意借给你，你给我捅这么大娄子出来！大哥，没有调令的。一开始失手的是你的人，当街开枪的人也是你的人。要不是因为你的人素质太差，事情不会闹成这个样子。我错了啊！我帮你帮错了。周应群，你有没有良心呢？说话，参谋长，是我，对，是我叫去的，一场误会。没给警察局的兄弟们提前打好招呼，是我的疏忽。那一定一定。这，老朱也在呢。林飞。你吵什么呢？老远就听见在那叫。你来的正好啊，你来评评理。我好心好意把人借给他，结果倒好，当街开枪，还差点跟警察局的人起了冲突。大哥，今天真要出了什么事儿，花多少钱才能摆平，你知道吗？出人命了吗？没有。那不就没事了？你还差那点钱啊？不是钱的事儿，老周，你这事儿办的你……完了，小声点吧。我当年帮你擦过的屁股还少吗？我抱怨过吗？再说了，大家兄弟一场，为这种事情至于吗？不跟你们聊了，聊不清楚。我的问题，我道歉。但云飞，你那个审讯室得借我用几天。看见没有？还要用审讯室呢。你不是护送任务吗？你到底来干嘛的？
跟我来，带你见个熟人。这就是你说的熟人啊？嗯，你别光嗯啊，你说两句话呀。老周，为了你，我可是把警察局的人都往下压了。你要再抓错人，我李云飞可担不起这责任。放心吧，李组长，这条线我们跟了很久，而且我们还在他的住所搜到了共党的密码本。好，大家都是老朋友了，我不想为难你。你告诉我你的上线是谁，你这次来锦州的目的是什么，我保证你的安全。你说什么我听不懂。请你搞清楚，现在这个局面不是你随便说两句就能应付得了的，交代吧，对大家都好。既然你都知道了，还问我干什么？你说是就是，长官。你不给我面子没关系，总得给林夕一个面子吧？哎，提我干什么？我从来不掺和这档子事儿啊。他可是林红俊，救过你干爹的命。这件事情你不想掺和也得掺和。多老的黄历了，还往外翻呢，真的没劲。哎，别这么走了啊！这个人，你得帮我劝劝他。而且整个锦州，只有你能帮我。仗义啊，拖我下水。你笑什么？真是没想到啊，在这儿还能遇到这么多老朋友。然后我想起了很多过去的事儿和过去的人，比如说苏南。你不会已经把他给忘了吧？别在我面前提他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应该是七年前，在图书馆，他特意来见我，求我救你和你干爹。其实有的时候，早点死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儿。如果苏南还活着的话，会不会也坐在我这儿？林夕，林夕，都是老朋友了，给个痛快。老周，
说说吧。上个月，我得到情报，锦州有一条共党的大鱼。那你咋不早说呢？啊，你太不够意思了。没办法，咱俩都是干这行的，你得理解。情报从哪儿来的？不方便透露。我没猜错，非官方渠道，所以你找李云飞借人，护卫身份是假，抓人才是真的，对吗？刚刚还说是兄弟呢，没意思。一信，哎，一信，一信也不是冲你，啊，林红俊好死不死，非要提苏南，他不自找的吗？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他应该放下了。再说了，现在立场不一样了。那是苏南，那能一样吗？要没死，他现在的那位就是……算了，不提了。说说吧，接下来打算怎么办？审，即便是老熟人，我也绝对不会徇私枉法的。相识一场，给个痛快。看上这么多年，好不容易打跑日本人，我不杀同胞。你顺安和寺往南，那边没有布控。这个月的行动你是全部缺勤呐，站长，您看在我跟了您这么多年的份上，就别再让我再干那些屁话。现在上海刚刚光复，站里头百废待兴，你倒好，都干了。林夕啊，你不为自己考虑，你不为你妹妹考虑吗？消消气，这事儿是我不对，但我是真的没有办法接受。不能接受什么呀？手上沾中国人的血。以后你就到后勤部吧，多管一些
账目上的事。走啊！滚走！走！这些共产党怎么是抓不完？少掺和点共产党的那些烂事。这么久了，不打算对我动刑吗？我知道，动刑只是手段，不是目的。对一个有信仰的人来说，皮肉之苦，只会让他更加坚定。看来你很了解我们啊。你救过我一命，只要你愿意配合，我一定保住你。醒了一宿了，吃点。只剩猪肉大葱了，侬就非要挑食了？打听到了吗？据掌柜说，林红俊是三天前入住旅社，但根据我们的调查，他一周前就已经抵达锦州了，期间换了三次住处。接触了什么人？有一些生意人，不过应该是不知道他真实的身份，或许只是障眼法。一周时间太长，不符合共党的安全守则。也许是知道了什么风声，所以有所防备呢？不，不对呀。要是这样的话，我们这次行动就不可能得手。那他到底在等什么？我听说，东北剿总从长春和沈阳新调了一批电讯人员，前不久刚刚到达锦州。李组长好雅兴啊！你怎么来了？我来讨口好茶喝。我是第一天认识你吗？你又不喝茶。有话直说啊！帮我搞一份名单。上个星期从沈阳和长春新调来的电讯人员的名单。你要查剿总的人？林红俊说什么了？什么也没说。那你凭什么？直觉。郑义军，你疯了啊？在锦州剿总是老大，我们做什么事儿都得靠他们。这和我没关系。
我要完成我自己的任务就行。你瞅你那样，你别急着跟我上思想。我先给你盘一盘门道，且不说没有证据，就算有证据，军内的事儿你也不能随便查。没有问题被你查出问题，你这不打搅总的脸吗？更何况，这次行动有任命吗？没有任命，万一出什么岔子，随随便便扣顶帽子就能搞死你，你懂不懂啊？老周啊，你就是太不敏感了。戴老板生前怎么教育我们的？群办师才干，这群带是第一位，处不好关系，什么事儿你能干成？你说的挺有道理的。哎，但我可得到消息了，共产党要在锦州搞大动作，锦州方面的情报工作你是第一负责人，这如果真出什么差池，上面要是怪罪下来的话，你放心，一份新人的名单对你来说不算什么难事儿吧。你们都不会先敲门吗？我们？周应清来过？来过，协调一下用人问题。你呢？有何贵干？跟大家约个时间吧，坐下来谈一谈。谈什么？当然是谈如何一起共度难关啊。本来昨天我打算去焦总的库房转一转，查一查，不为别的，就是想敲山震虎。来之前，邢站长特意嘱咐过，要把你们之前欠我们的账全都要回来。你早说呀，我们是那种欠钱不还的人吗？资金一时没周转过来嘛。兄弟，跟我还玩这套？哥，我真没骗你啊。总之你再等等，钱马上就到。算了，我也不跟你多说，等人齐了一起聊吧。但是要抓紧，上面很重视锦州的事，一直催呢。那要不就今天晚上，我现在就去打电话。喂，老安，我李云飞，林特派员在我这儿呢，他约晚上啊，大家聊一聊。什么？迎新舞会呀，你推掉啊！等等，这样，你把大家都叫到舞会上，咱们就在那儿聊。你们新人里面有漂亮妞吧？一会儿啊，送份名单来，我先挑一挑。好，先这么着。云溪啊，今天晚上刚好是迎新舞会，你必须得来。谈正事儿，约什么妞啊？松放松啊，别天天愁眉苦脸的。看看妞，跳跳舞。以前我老说你什么来着？一点情趣没有。要跳你跳，我不会。进。报告长官。忙你了吧。晚上我去接你啊。长官，安师长给您的新任名单。谢谢长官。
苏南不会真没死吧？周应群在吗？拍一号，我刚才跟安太太他们出去逛街了，路过一家英国人开的服装店，看里面款式料子都不错，给你买了件衬衫。你不试试吗？万一不合适呢？不用，肯定合适。你今天怎么没去剿总库房检查？你怎么知道我没去？你的行踪又不是什么秘密。我改想法了。什么想法？说来听听。我打算跟锦州帮的人好好聊聊，强龙不压地头蛇，我觉得跟他们打好关系，应付好商品之后才能追回老板要的东西。那你以后改变计划之前能跟我商量一下吗？该怎么做我有分寸。哦，对了，安太太心很细，怕我们吃不惯这里的饭菜，给我们安排了个厨子。安太太人真好，还说什么了吗？她说，蒋总今晚有迎新舞会，看来你我都受邀了。我去换个衣服。你不用去吧？那帮人不好对付，我去可以配合你。你也收拾收拾吧，至少换件衬衫。哎呀，你看哥，要么我说嫂子会打扮呢。嫂子，不是我夸张啊，今天你要这样一出场，肯定艳压全场了。你可真会说话。小苑呢？啊，她嫌累，不想来。哥，我看这个时间还早。我安排了个饭店，饭店里面有个厨子，以前据说给溥仪做过饭，哦，那手艺绝了。行吧，一来一去太麻烦了，改天吧。你不吃，嫂子还想吃呢。要不我们直接去会场吧。走吧。哎。我们都等你好久了。今天跟特派员好好玩两把。今天我要连本带利的都赢回来，都别白活了啊！让嫂子先玩，我带你去见个人。走，打麻将。
请进。林信，哎，都在呢。都来了。江探长，林夕，现在该改口叫江将军了。青年才俊啊，新派过来的。哎呀，变结实了嘛？啊，让我好好看看。哎呦，你升得老快的嘛！啊，要说升得快，哪儿比得过将军你啊？老周呢？没陪你来？来了呀，那么快的啊？见到了，第一天就见到了，去吃铁锅炖了。你这个小子，我一直都知道你在锦州。对呀、啊。奶奶，等来等去也没等到你请我吃饭。补上，回头都给你补上。哎，这个事情简单啊，过两天我来做督，好吧？大法院江将军，我们大家一起，好不好？好。处长要请吃饭吗？肯定要吃点贵的东西啊。哎，这人二两瞬间就打发了。你要请他吃贵的，他还不一定领情呢。你不要瞎说、啊，坐着聊。哎，我不坐了，我要走了。你现在有太太了，我呢，还是一个人。我现在出去找一个漂亮的女人，去晚了，舞伴都没有了啊。再问。那么各位领导，你们慢慢把想，无谢过了。这位啊，这位，这位啊，这位，怎么的？这是我跟文华来到锦州之后，大家行得方便。我知道，大家是为我们着想，但是林夕这回是带着任务来的，不能收。上回见面很匆忙，今天呢，我就把话说清楚。邢站长的意思很简单。大家原本都是一条船上的兄弟，之所以安排我，就是来应付上面的责问，与大家一起共克时艰。可一码归一码，我们亲兄弟明算账，你们欠我们站长的货款，该结清了。明白了，这样的小钞票，大派员是看不上的。你呢，也可以转告邢站长。我们呢是最讲诚信的，该给的一定会给。好说。现在，金国局长在上海搞金融打老虎，本身就面临很大的舆论压力。锦州的事情处理不好，上海的行动就会受到掣肘。所以，即便是做样子，我也得把样子做足了。我这么说，大家能理解吧？特派员，你到底啥意思啊？接下来我会搞出一些动静。可能会显得不近人情，到时候希望大家不要误会啊。林夕，各位都是自己人，有什么话你讲清楚，你打算怎么做？这个就不方便透露了。去哪儿？我放个水，我又不会跑。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。是我让李云飞带你来的，没别的事儿，就是问几个小问题。周长官，你想问什么就问吧。冒昧了。你的履历中写着，于爆炸中受重伤，被外国修女所救，艰难幸存。后机缘巧合加入了党国的远征军，前往缅甸。民国35年，随杜聿明将军的队伍来到沈阳，担任话务员，
上个星期刚刚调任锦州。是。请问有什么问题吗？有很多问题。你受伤以后没有和你的组织取得联系吗？你是说共产党吗？没有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联系不上他们。一个共产党员这么轻而易举地抛弃自己的信仰，这真令人难以置信啊。这有什么难以置信的？金国局长也曾加入过苏联共产党，要不然你去问问他。当年我拜托救我的那位修女去打探消息，但是带回来的只有韩伯伯的死讯。这已经是我第二次经历家破人亡了，当时我满脑子想的就是报仇，所以我伤好了之后就报名了22师医疗团去了腾冲。我跟你说的这些情况我已经向上级汇报过了，你要是不相信的话，你可以去党部调我的档案，里面应该写得很详细。朝着远岸追寻。